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ilo Yuki， 今日翻嚟想讲咩呢？之前呢就拍晒所有嘅海堤任务啦，咁有啲呢就可能冇录到出嚟，咁唔紧要。咁今日呢就想做一个最后嘅海堤日守任务，就系呢个黑子啦。咁呢黑子呢个任务呢就以前做过，咁以前玩嘅时候呢。真系好长嘅呢个故事，咁加埋有廿零，好似廿几个 step。咁加埋呢，你哋如果想做嘅呢，记住有2小时嘅觉悟，除非你有啲飞行道具啦，咁啊快速地飞过去啦，咁啊可以比较好啲。咁个条件就系咩呢？好，先讲下啦，黑子猫灵剧情最后嘅姊妹，咁呢。要做晒你所有嘅对之前，即系之诶、呃、对上之前嘅海堤任务，先至可以触发佢啦。同埋触发嘅条件系全部嘅猫灵要带喺身上面啦。跟住除咗鹿子同埋虎子之外，咁因为应该冇咗噶啦呢两只。咁啊，猫灵新鹿系未觉醒嘅情况之下就可以啦。即系冇技能啦，咁但系依家应该唔需要咯，估带晒所有就得噶。其中一只猫灵装备喺身上面，要解晒所有嘅猫灵任务先至可以触发嘅。咁任务准备条件呢，物品就好简单，木材一个，胶布一个，纱布一个。咁木材喺边呢？木材呢度啦，系啦，木材呢啲基本上都可以喺上城度揾到嘅。咁啊，跟住纱布啦，系啦，跟住胶水接着剂各一件。好，跟住就系要去翻我个飞空艇，因为上次嘅咪呢就有啲问题，咁所以呢个八字度录唔到，咁啊跟住依家录翻啦可以。好，咁我就拎晒我所有嘅海堤出去啦。咁我依家就开始接我嘅海堤任务，最后黑子我已经做晒所有觉悟噶啦，充足。好，黑子，咁我而家要桃子啦、蓝子啦、山吹啦、童子、西子、磡子、空子、胡桃、药菜、新绿同埋白子一齐跟我走啦。咁我先开始呢个先。好，咁我先拎走晒我啲海堤先，系啦，跟晒我走啦。胡桃药菜变咗呢个咯，人化咗嘅版本咯。好得意，拎住只胡桃咯，不过就药菜。好，跟我一齐啦，跟住新绿啦，跟住呢个啦，跟住系啦，拎跟晒我走。有冇超重呢？真系超重喎！咁样呢，摆低少少嘢啦。好，咁跟住齐咗啦。咁我哋要去边度接任务呢？第一 part 就又系要去呢一个装备呢个新绿，同埋带备所有嘅猫灵到呢个西军本部城市嘅抵抗运动本部部屋。咁呢个任务呢，就唔可以平移嘅。咁所以呢，第一 part 记住啦，就唔可以平移嘅，因为会转换到另一个地图里面嘅。好，咁落返去啦。然后呢个飞空艇唔使收住咯，咁就白纸喺身上面噶啦，已经系白纸、白纸、白纸、白纸。咦？呢度系啦，初头有12只啊，海堤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去西关本部。系啦，咁啊，揿去恶魔岛、恶魔界啦。然后呢，就去呢个西关本部。
咁如果你解過呢個惡魔嘅 S 9嘅任務咧，就 S 8咧就可以入惡魔界噶啦。咁啊，先行去呢一個嘅飛空艇係源呢一個位置，搭去芬蘭島。系啦，跟住咧，快啲嘅方法就搭呢部电单车，咁啊俾2020蚊啦，唔紧要啦，由佢啦。好，跟住装备呢个新绿海堤，新绿海堤，因为我以前做过啦，所以啊，大约都知。點做不過 step 太多了，所以都要看下啲攻略。中文翻譯，咁去西軍本部接咗任務先。咁喺呢一個西軍本部嘅二號位置啦，係個二號位置呢個位置啦，同呢個領袖對話。好，咁跟住咧就同呢一個嘅。間諜部情報員啊，應該係叫做對話啦。同佢對話完之後咧，跟住唔知揀邊個啦，睇下揀邊個先。好，揀咗，第二 part 就去呢个嘅，再同佢对话下咩先？最新目击报告，唔知喺边度附近有个未知嘅新形体确认出现，跟住偶然咧呢啲嘅新形体同埋呢个嘅啲士兵啊。遭遇唔知乜乜，跟住對手，跟住逃，大約係咁樣解啩，我估。好，咁第二 part 咧就去呢個嘅地獄沙漠，11点方向帳篷裏邊揾一個 NPC 嗰個管理員啦，轉成夜晚瞓覺瞓一覺，跟住轉翻夜晚咧去沙漠11点嘅方向。咁咧，去完个帐篷咧，佢11点方向嗰个帐篷之后咧，咁佢同嗰个叫野外员啊，或者有个红色衫嘅 NPC 咧，就同佢对话，就拣第二个瞓一晚。瞓完之后咧，就去到出翻去个帐篷啦，跟住行去帐篷嘅右手边有个山窿嘅，12点方向有个传送点。入到去之后咧，就。呢個係叫做阿高普魯斯嘅屋企山窿嚟嘅，咁係去行去最左手邊最近咧，就揾呢個釘之少年、迷之少年啊，以前叫做對話，係啦，咁同佢對話，幾酷個樣，黑子、含子、綠子、咩嘢？劇情呢啲就我記得好似揀邊個都會死喎，戰鬥啦咁咪有打過啦。葉苗野路打咩？個星期是什麼？個修金是什麼？嗯，以前觉得呢个 damn 笑咧好文，咩好静态啊嘛，以前嘅。好，跟住咧同佢继续对话啦，然后咧就去呢个君难岛嘅夜晚，就同一个黑暗中嘅精灵对话，同黑暗中
同黑暗中嘅精灵对话嘅时候咧，会吸走 HP， 即系我哋嘅 player 嘅玩家 HP 咧，剩低一个血量作为代价嘅，所以要注意带补品去食，系啦。咁啊，我哋啱啱存咗点啊，个帐篷里边有存点嘅，咁我可以存翻去，咁唔使行咁多路。咁啊，存到嚟呢度咧，同呢个对话系啦，野宿屋瞓一觉啦，跟住就 OK 噶啦。咁我哋翻翻去呢一个嘅君难岛夜晚，咁可以咧行落去沙漠啦。啊，唔系、哦，我哋可以去啊，唔系、哦，冇嘢咯。诶，唔系、哦，可以去君难岛夜晚啊。可以翻去西军本部搭嗰架电单车过去，咁就快啲，唔使行咁多路，系咯。好，咁我哋翻翻去个西军本部之后，再过去君难岛夜晚，之后再翻嚟啦。咦？原来佢截咗任务唔俾我翻去噶。主任冇唔叫我翻去咁衰，咁我唯有翻去帐篷嗰度慢慢行过去啦。好，咁原来夜晚系唔可以入西军本部嘅，依家先知。咁啊，行沙漠啦。咁啊，去到下面呢个位置就应该可以去到嗰、那个。沙漠，君难岛，先行到嗰个咩山崖，跟住，再穿过呢个山崖之后，就可以到达呢个嘅君难岛夜晚，即系黑子，唔系，即系白子啊，啊新绿啊，新绿开头嗰、那个嗰 part， 临尾截走嘅嗰 part 嗰个位置咯。好啦，咁啊，去到呢度啦，咁啊，呢度再经过去啦，咁啊，因为都系跑腿嘅啫，咁到到君难岛夜晚再翻嚟啦，系啦。好，咁啊，差唔多去到下一个传送点啦。咁呢一部分咧，应该都冇难度嘅，真系要。觉悟呢度应该唔难打啊！打死我呢只嘢！算啦，唔同你嘥时间。打我唔痛，不过打死我只，打死我呢只新龙。好，咁啊，去地图嘅啊，君难岛夜晚。地图的一点钟方向左右啦，咁有个箭嘴噶啦，已经就跟住佢去嘅啫。咁呢个全程都冇得自动导航嘅，全部都要人手跑嘅。咁去到嗰个位再翻嚟啦。好，咁记得呢一 part 咧，同佢对话完之后咧，你会剩翻一滴血嘅。咁所以咧，记得带补品啦，同呢个暗之精灵对话。立即前身，去猫灵的墓地。一样样噶咯，花唔同颜色。系啦，咁啊变咗一滴血，我七千几血冇咗。OK， 唔紧要，我可以补翻嘅啫。其实叫只
叫只小猪出嚟帮我补充翻，不过唔紧要。好，跟住之后同呢一个 NPC 对话。同呢个对话之同隔篱呢个叫拿兹特对话，唔知讲乜嘢。哦，拣第二个，去录自己嘅伤系咪应该？跟住去边度啊？好，跟住咧去西军本部嘅地图里边咧，据点五嘅垃圾桶对话，就会执到一个残旧的竖琴。桃子任务嘅垃圾相对应啊，呢排。O K， 咁我咪真系要翻去瞓一觉，跟住谂下先。呢度 save point 系啦，因为呢度可以飞嚟飞去。以前用元素师喺度玩都玩咗好耐。去到迷离界。世界找一个垃圾桶对话，咁就喺呢度，系啦，同呢一个任务员对话咧，应该可以 set point 嘅。咦，佢呢个又唔俾我喎，咁啊，同佢瞓翻觉啦，瞓一晚。之后早起身，好，呢度出翻去啦。然后咧喺朝头早呢 part 咧，佢好似呢度系啦，热酷，要俾2020蚊，因为太重啦。OK， 回到嚟呢度啦，跟住呢度啦。好，跟住去据点五啊，据点五就呢个位置啦。依家好啲啦，有一自动导航。据点五有个垃圾桶。求其揾一個都得嘅，應該。不過好似有特定嘅位嘅，應該。據點五嘅垃圾桶得呢個啫。係啦，呢個桃子箱調查啦。咩变咗虫？垃圾虫？桃子变咗垃圾虫啊？应该叫做，唔知啊。好，得到呢个损坏咗个竖琴，然后翻去军舰到夜晚，仲有一个咩入手啊？系啦系啦，冇错冇错。好，跟住又翻去啦。昏暗到夜晚，咁呢度就先行翻去出口。咁呢一 part 咧，唔需要先去咗昏暗瞓咗觉，咁啊最好嘅，冇错。个 save point 可以，应该可以 save 翻呢度。不过唔使啊，军舰岛走啫，应该都系。好，跟住翻翻去军舰岛夜晚，揾一个 NPC 拿兹特对话，即系啱啱，
睇先，啱啱同个黑暗之精灵隔篱嗰个，咁啊瞓一晚。OK， 原来拣第三个，我瞓咗一日啦，原来。好啦，咁跟住再揾个暗之精灵隔篱嘅 NPC 对话啦。冇错。好好好，行咗咯。去到呢个一点钟方向再翻嚟啦，我哋。好，咁翻到嚟咧，同翻呢个 NPC 对话。坏咗个竖琴，主人。坏咗个竖琴啊！唔知做乜哦，跟住咧佢话要同呢个杜迷尼界里面嘅西关本部嘅人游私人对话，人游私人啊，人游私人对话，即系私人啦、啊，发音唔正。好，咁咧跟住咧到西关本部城市，同呢个入口旁边嘅 NPC 流浪的人游私人对话。并给予维修，残旧嘅竖琴材料、木材啦、胶水啦、纱布，咁啊木材，跟住胶布、纱布，跟住胶水啦，都有噶啦。青子嘅修复对应任务嚟嘅呢个，咁样就我哋飞翻去。出面飞翻去个帐篷嗰度瞓一个晚，瞓到朝头早系啦，应该，因为诶唔系，唔使，可能试下先，试一试无妨啦。翻嚟沙漠夜晚。因为佢系属于夜晚，咁佢喺外面就应该唔需要再瞓嘅。门口嘅话，除非我 gap 错意思啦，即系我嘅 concept 谂错咗，究竟得唔得呢？魔戒，啲钉其实，哎呀，又打死我只鹿子，岂有此理！小豬出嚟打過，好唔夠 SD， 其實就呢度可以唔打嘅，不過你都邀請到啦，冇理由唔打啦，係咪？不过呢招技真系好折磨，U C 卡，多谢。好，咁啊，在小书间我过去先啦。呢度题外嘅小插曲，究竟有冇 N P C 呢？好，我哋去到门口再见。哦，系唔得噶，系唔得噶。原来呢个黑子任务系要日夜颠倒。瞓完又起，瞓完又起，咁啊真系都几。如果根据个 timeline 嚟讲咧，应该都几长嘅一个任务。正常生活嚟讲，
但我記得以前好似呢個位置有得傳送，不過算啦。好，咁原來係去入頭揾個杜米尼，杜米尼嘅人由私人對話。咁我哋 save point 喺呢個位置都安全，都啱嘅。一份完就可以兩邊走，雖然都兩邊行遠水路噶啦，咁但係中間起碼好行啲。好，咁我哋去到西軍本部嘅入口再翻嚟。好，咁咧去到，哇！以為同呢個 NPC 對話添，嚇死咩？門口，哇！呢度咯，原來。咁呢個任務咧，所有嘅詳情我都會貼翻落去 YouTube info 下面嘅。同佢對話，跟住咧，咦？同咗人由私人對話，並給予維修嘅鑄琴材料。哦，原來咁，冇裝備。好，收咗啦，我啲材料。原來啱啱唔記得裝備台梯，俾咗佢啦。可唔可以幫我自動傳送啊？我唔想再跑嚟跑去，好遠啊！好，翻返去軍艦度，夜晚揾翻。找回 NPC 拿茲特對話，我們再睡一覺吧，是不是呢？是睡一覺。嗯，那這部分我就飛了，那到了暗之精靈那邊再回來了。我想知道這個跑腿任務有多長呢。好，咁到暗之精灵嗰度再翻嚟。不过讲开咧，依家导航系通就好啲嘅。以前咧，你啲任务唔知头唔知路，真系要上网搵。冇咧就要上 wiki。如果 wiki 净系讲咧，你就唔明嘅，要睇翻译嘅。跟住咧，如果真系乜都唔知咧，咁啊惨啲，要四人搵啊，要点样？依家有晒啲指引就好啲啦。好啦，咁咧即新六咧又俾只钉打死啦！夜晚咁多呢啲咁中意打我只嘢，唉真惨。好，咁去到翻嚟啦。好啦，咁咧翻到嚟之后咧，哎呀 ，sorry， 手多仔，唔该对话。点解望翻佢？跟住好，然后呢同佢对话完之后呢，再同多次佢对话。到君兰岛夜晚搵一个 NPC 拿茲特对话，并给拿茲特的怀表。哦，依家又要翻去揾西軍本部，同呢一個 NPC 抵抗運動少男見習生附近嘅 NPC 鑑定師同埋地圖嘅西北方壞商人黑斯達對話。好，飛翻去，應該係翻去朝頭早噶啦，都係，我哋翻去再瞓過。又瞓一晚，啊，好眼瞓，连个野宿员都瞓觉。
我哋借人哋嘅帐篷瞓觉咯。好，咁去到再翻嚟。好啦，跟住咧同呢个 NPC 对话，佢就会俾咗一幅叫做啊，俾咗一个拿兹特的怀表。咁住呢个系并出现一个金额选项，就选择唔需要金额。跟住同附近嘅鉴定师对话。哇，喺咁远嘅。好，咁我哋过到地图嘅11点翻去翻嚟，揾嗰个 NPC 商人。同这个恶德商人立即去啦，行咯，怀中时标。开路开路，是不是叫开路开路100G 啊。哇，做乜嘢？OK， 又要翻去揾纳兹特，又要翻去揾纳兹特，又要翻去揾纳兹特。呢个系山吹嘅任务对应啊，物品夺还任务对应。瞓一觉，夜晚再跑去呢、这个。君南岛夜晚找个NPC 暗之精灵隔离的再回来。好，咁回到嚟找这个 NPC 对话啦。怀中的时机你有咩讲啊？选怀的时候讲唔知乜乜，听到西子啦，西子 Pasquette 俾咗幅地图我喎。到西军本部据点六的地方东北使用这个地图，然后到破烂的地图显示的位置找米奥对话。真的又要再回去了，去记载的位置。西北，西北，西北就是这里。哦，成日點到你西北位置，即係呢度啦。咦，唔係喎，東北喎，東北即係呢度喎。東北据点六东北位置，唔系就呢度。使用呢个地图，同米奥对话。这个是双子对应的任务，手探索对应。
前都冇呢幅地图指引嘅，自己揾嘅要入去自动传送去问好嘅屋企，会同玩家玩捉迷藏游戏，而答案呢就喺最入面嘅寝室之中。最入面嘅寝室。最入面嘅寝室。好，咁啊，继续去揾下呢度啦。呢个都唔系。最入面嘅寝室。室应该是左边的位置，即是刚开头的位置。文龙文龙文龙，这个哦，不啱就会传送翻。而家要揾，要我谂系要揾佢相同嘅人咯，应该都系左上角噶啦。呢个又唔系啊，寝室啊，应该呢个。系咪呢个？唔啱咯。嗰个位置，好传咗出嚟啦。原来嗰个位置，咁记住啦。如果做呢个就唔好行咁多啦。而家翻去呢个西军本部，揾翻受伤的男人对话。好，快咗。到了西军本部，去跟右手边对话受伤的男人。好，又要回去找想追佢嘛，應該。我唔記得呢個劇情講咩啦。唉，感情的問題真係，唔好話女男都會傷心有陣時。不過算啦，呢啲題外話，講翻呢度。好，瞓一晚，夜晚翻去揾暗之精灵嘅君南岛夜晚地图里边嘅 NPC 对话啦。好，咁咧呢一个就同佢对话。
俾咗佢地图，受伤嘅箱子。佢洗，好臭。好，跟住咧，同佢讲完之后咧，到格仔。两个都唔臭，好，再翻去，哇，冇晒啦啲 key， 好，跟住咧翻去西军本部，揾一个爱因斯坦博士对话，获得爱因斯坦博士嘅灵魂宝箱，之后再翻嚟啦。好，揾爱因斯坦博士倾偈。我嚟啦，博士，你有咩俾我啊？新六人梦蒐集对应啊。哦，啊，苏迪杰。事情说明，睇一睇剧情啦。喺、哎、去边啊？俾咗啲咩啊？水虫，水虫咕噜咕噜。数时间，几小时之后仲要。发明咗啲咩又？个细蒐集新六子嗰个灵魂任务啦。蒐集地点固定系西军本部城市冲天塔之岛地狱嘅沙漠，全部都应该系朝头早嘅。呢、這个。要儲三次咯，軍艦島，軍艦島，軍艦島呢度。呢度收集，係啦。跟住行翻入去軍艦島，呢度有冇商人可以俾我買啲嘢咧？啊，呢度 set point，OK， 呢度 set point 好啲。點解咧？因為 set 完 point 咧，我哋可以坐電單車嘛，直接翻沙漠先。咁就可以慳翻啲飛時。哎呀！唉，早知唔做咁蠢啦，唔俾我用。咁啊，好，轉頭再翻嚟。好啦，咁我補充翻啲 key 啦。咁因為咧，唉，自己傻咗，原本可以即刻傳過去個沙漠度，點知我手快快 save 咗落個軍艦度先，因為方便可以飛翻去，唔使再跑嘛。咁但係佢依家主要都係圍繞住西軍本部同埋嗰個飛空艇，軍艦度走，咁所以，儲喺軍艦都係 OK， 因為嗰度有帳篷可以瞓覺。瞓完之後再瞓，瞓完之後再瞓，咁就可以出翻嚟。好，跟住我哋要去沙漠，應該要過兩個地圖。欸，原來呢度 OK。哎呀，係要打我，滿咗。
好，跟住呢，诶，唔係喎，依家返去君南岛先，咁啊，飞返去咯，方便好多。跟住之后入个帐篷分一间。第三个夜晚系啦，依家哇做咗都个几钟啊，差唔多就系两个钟，系咪快啲咧？咁样傻咗，咪自己傻咗啦！如果咁样，头先自己傻咗。好，咁去到 NPC 再翻。咁做呢个任务嘅时候咧，记得就要储喺个君南岛度先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好多冤枉路要行。再同博士对话嘛？哎呀，我死咗啊！我又转咗含子嘅对应条件啦，要救翻自己个 NPC 人。我唔要变男人啊，仲要咁样衰。哦，惨咯，又要做一啲之前唔想做嘅任务添。好，翻君南岛，日头，咁咪方便咯。哦，去君南，去世界，几快，咁就方便啦，唔使周围日夜颠倒咁飞，好惨啊！变咗男人啊，超样衰。呢个死眼仔，虽然唔系话歧视呢啲，但冇话歧视。哦，我明啦，佢嗰个道具咧，应该用完之后咧，产生一个error 出嚟，跟住将个人物变咗。含子，点解见到只含子咁文嘅？点解可以咁噶？再同君南岛 ，OK， 跟住咧到西军本部找爱因斯坦对话多次，对话中会有选项，然后获得爱因斯坦嘅活动秘约，跟住翻去君南岛夜晚揾纳兹特对话。啊，咁样就方便好多啦。佢原来都系两边走，系开头先喺沙漠啫。真系嘥我咁多时间，咁应该唔算话好多跑腿嘅。如果净系开头嘅话，分夜晚。出翻去，好到 NPC 度，好跟住同翻呢度对话。秘药使用，主人主人，个狮子失望。哦，终于打翻转头。点啊？要揾你个阿妹啊？不过啊。OK， 再翻去
軍艦誒呢個嘅軍西軍本部，然後再翻嚟啦。揾 NPC， 揾中央嘅拉圖對話。啊，咁樣慳好多時間。做完沙漠之後，都係自己嘅人物舒服啲。靠背啦，幹嘛要我換成男生？呢度都有台灣嘅玩家應該睇緊，有啲揾呢個，我喺下面同你傾偈得唔得？佢係咩樣咧？大家見到同佢打字，手指再翻去。翻軍艦島，妹妹的手指，信子的手指真係應該好。之後再訓完，再找 NPC 同佢對話，俾阿妹的紙信子俾佢睇。咩迷之少年啊？又好去出發羅生門，好冇問題啊！依家可以兩邊咁樣走，去羅生門做白子嘅嗰個嘅道家任務對應任務。到羅生門通道揾呢個雜貨商揀閒話，閒話對話。然後獲得呢個 Hell 道家活動任務品，跟住帶住呢個嘅任務品去呢個峽谷夜晚，到達之後就入到呢個夢幻嘅峽谷，然後揾一個叫揾一個道具忘卻之花，希望唔需要揾好耐啦。對話咗先。呢條片應該都成個鐘啦，如果咁樣。自己傳送嘅，咁呢度又幾好喎。咁忘卻之花，原來少問咗一部分，再問翻個大叔，然後就會開始任務傳送過嚟噶啦。OK。應該好容易啊！呢個好，
女法子对应嘅任务。咁勁嘅，引走咗嗰兩隻。好，翻到嚟之後咧，同西軍本部嘅拉托對話，同佢妹啊，黃雀之花就會消失，差唔多去到任務尾聲啦，好想喊，太多 step 啦呢個任務。為咗隻黑子，辛苦都冇所謂啦。發展。新六，一定要新六先得。對話咗之後，自動傳送翻去軍艦島夜晚，準備好揀第二個。跟住只黑子去咪應該。
金軍爛島夜晚。傳翻過去金軍爛島夜晚之後，就揾翻軍爛島呢個嘅拿斯特對話，再翻去西軍本部同呢個抵抗軍領袖對話。最後啦，呢個 step 係。好，跟住呢就返入口去西軍本部對話啦。西軍本部中間呢個位置一二，期望大家都會企喺同一個陣線，好似依家我哋咁樣，反對軍，反對呢個暴政，係咪咧？唔知道，希望之後大家會醒覺，過多一排就選。立法會咯，會唔會可以解決到呢？期望可以。好，咁題外話，咁啊，其實同你依家嘅情況一樣嘅啫。去天壇問商人，係啦。怖哎哟，系去咗夜晚之后呢，瞓咗夜晚之后同迷之少年對話。迷之少年同綠之有啲恩怨噶，有少少相似嘅地方。跟住翻到嚟夜晚，完成所有对话之后，便会自动进入剧情。讲嘢之后，猫灵黑子就会入手啦。睇下咩剧情先。白子有感人嘅，黑子呢钉之母，其实呢个钉少年都有自己嘅事啊，应该系。
飲啖水先。其實海堤的任務呢幾有深度，啲故事要咁樣。如果以前有睇過中文嘅話，姊妹同心，其利斷金。白對照，邊個係 Legend 啊？黑子係 Legend， 好入手，背負寵物入手啦，子，好咁啊，完成咗啦。咁基本上咧，黑子任務就係咁噶啦。之後咧，會先翻去呢個飛空艇先。做埋最後一樣嘢，就係將黑子放上去咧，同埋將佢人化，因為我有個黑子人化道具，都幾長。好，翻到嚟啦，咁啊裝備呢個黑子啦，佢有咩技能呢？睇下先，黑子 HP 回復技能。睇先，對象嘅武器，該個武器傷害一部分會吸收 HP 吸收嘅賦予 ，OK。跟住物理傷害最大攻擊力更增加啦，近距離命中增加啦，自己周身魔法防禦上升。啊！呢招唔知咩嚟。跟住敵方暗嘅力量加持魔法攻擊，OK， 用暗屬性魔法。好，咁跟住上去飛空艇啦，唔嘥咁多時間啦。然後呢飛翻，揾到啦！呢度哇，黑子變咗，黑子變咗學生版咧。兩個靚女，唔錯唔錯。諗緊會練邊隻好啲，水手服裝。住擺翻曬呢啲，一家團聚。今日就到呢度啦，如果有咩問題咧，歡迎下面留言。咁個任務詳細流程咧都會放喺呢個info 裏邊嘅。如果有咩問題，記得係啦留言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